好，试试看。对，元代清规是真的不错啊。铁九牛加清规的话，哎，好像不行哎，因为要直伤，要减隐身盾。没十亿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没十亿的话，就打十亿出来。不，就换个配置吧，可能会有个十亿吧。青铁牛旅，青铁牛旅是什么东西？你们可不可以太简了啦？太简写了，听不懂。青龟铁扇牛魔王旅字是不是？青铁牛旅，可是你这样没有办法解隐身盾啊。青铁牛旅没办法，对。感觉龙鳞好浪费素材，不是感觉是真的。戴尔的话我们试过啦，刚刚有上传，你可以那个看一下，大概是三个小时前上传的。龙炼实战只有一个心得，烂到靠背。很直接，但是我喜欢。哎、欸，他们要起来了，他们要起来了，而且他们 CD 还做一样、欸，哎，简直是好 CP 组合。哎、欸，空转，没事。什么空转？被坑了吧？童子西可以煮，血量也不错，但。我跟你讲，你希腊没有常驻真伤，你真的会想死，你真的会磨到想死，相信我。所以一定要常驻，没常驻太崩溃了，是可以过，但是你会想要玩一个每回合天降十几 combo 的魔队吗？超花时间的啦，再过几天就没有人玩希腊熔炼了。我发现我之前的没有十亿啊！我发现我之前的预估有点太乐观了。我那时候说啊，这个应该会至少持续半个月啊，不，三个月有人玩。现在看起来是隔天就过期了呢。我太乐观了，对不起。哦，有光珠没事。原本想做一道墙的，但现在看起来一切安好。给他尝尝我的布，哦，23不错，这现象。哦，哎，有哎、欸，这算有吗？1、2、3、4，哎，这个刚好，变身一下，有感觉了，各位，这应该有机会。有准到的话，舒服，漂亮漂亮，六六六六六。哎，我问你们一件事，铝制的常驻条件是什么？忘记了，它的常驻条件到底是什么？46亿。嗯，再消个几回合看一下它的感觉好了。平砍真的有办法到十亿吗？还是昙花一现呢？40亿很高哎、欸，40亿就是那个水希腊带下马西开了全部常驻真伤的四个常驻真伤的伤害了。哦，手消两组木哦，手消两组木，那我现在没有手消两组木啊，
这个可能要洗到那个熔炼能力跳起来就可以了。这队员根本是全明星，有一个不是明星吧？有三个是没错，但吕雉是明星吗？吕雉感觉也是很少出现。这队是静心吗？怎么没有新出？手消良主墓是不是？哦，手消良主墓，那我应该可以一直消到。手消良主墓，有做一个墙。哦，这边有三个直行的天将，费时间又没伤害。哦，你看有做墙那个伤害，那个天将就起得来。12亿，哎，还真的，哎，这算是平砍10亿耶，这算吗？加印记。然后铁扇跟吕雉真的有办法平砍这么多哎，好像有点东西哦。开这个，斜转出事啊！这样，这样伤害应该够吧？哦，这个天将有点塞。哦，不用手消良主墓哦，好奇怪，我刚才应该没有手消。哇，70亿，这样配好像真的有点东西，好像蛮猛的哎。想想看，这边洗个龙科能量好了。喂，铁扇实战，木犀就是铁扇的形状了啦。没有铁扇就不用考虑练木犀了，玩不起来啊。试试看哦，这个手转。Oh no， 消到木了，完了，这龙科跳起来了。需要铁扇就什么都不是了。铁扇一开始出来就是为了那木犀，大家就最适合了。哦，要手消两组，不消也不断。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就没办法消了，对不对？哦，要手消两组才有那个倍率的感觉啊，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这样，没错。这对放九峰有狗头吗？一定有啊，铁九牛，万年不败搭配。铁扇换美姐的话，效益没这么好啊，一定是伤害会更低。铁柱啊啊！哎呦，直接开转了。我刚原本还没有做好准备。阿红你好 ，Hello。实战铁吕雉，新的搭配铁吕雉。感谢风共和的30块斗内，熔炼直接把首波天降的神之珠变不见了。它是主要是二三波之后，那个每一波都会再多塞一点神珠珠给你啊。它的这次的改动主要是这样，你看它神珠珠还是会塞给你，但就是好像有点间隔的塞，一次有，一次没有，一次有，一次没有这样子去塞。
其实可以开铁扇，超无聊啊。可以替没有铁扇的人试用看看美姐吗？之后吧，之后有下，比如说下一周地狱级啊，或者是这一周的地狱级，试试看。我觉得从可能这一周的地狱级，可能就会出一个什么成就啊，全木成就之类的。对，西亚最多只能用来破全身成就。你讲到金水痕，也是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希腊，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那什么一线的伤害水准啦，或者什么的队伍，没有，它就是来解成就的队伍而已。所以应该是要把重点放在它怎么样组全神。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木西亚其实不及格。他顶多就是算是木成就的好用队长，因为现在其实纯木的组法也算很弱势啊。你们从这始风王的地狱级就知道了嘛，始风王地狱级，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解纯木成就可以用谁？手指头应该数得出来吧，像是木初音是最好用的，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一倍四寸嘛，全木轻龟也没有很猛，所以你这样算下来，现在如果说要解木成就的话，大概木西亚可以排在前几，所以这一次哪一个属性的西亚，我觉得大家都要把它以一个成就的方式去算它的那个整个存在的价值，你就会找到它的出路。不然你就跟别的一线队长比，他绝对比不上啊！你拿火希腊跟纯火的天元队长比，懒叫比鸡腿，所以就不用比啊。所以这次你每一个西亚都值得去探讨，说他是解什么成就来讲，他是绝对有优势的那一种，你就会发现到这个西亚他本身的那个优势在哪里，这样你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去组队啊，这样就会比较有优势，这样就会比较符合这个系列现在出现的意义。不然你都是拿他跟其他一线队长比，他们全部都比不上。更新后载入好像变慢了，可能是今天比较多人玩吧。刚刚我玩的时候，伺服器也有一下是那个宕机，没办法进。优势就是官方做球盾，希腊也蛮好做球的、啊。就是属性猪盾多出一点就做成功了，这是2000万吗？我看错吗？啊，2000亿，2000万，这2000亿吗？是吗？我是真的有看出来是没有。暗西跟英奇都撞鼠，对啊，哦，210亿啦，看错了。